心疼我。小日子过得不错的综艺究竟有多会整活？多损的节目组为了整蛊艺人真是煞费苦心。第一个被整的倒霉蛋是45岁的朱山，他被节目组忽悠来拍摄湖边外景。热情的主持人看见倒霉蛋来了，立马递给他一瓶可乐，并跟他唠起了家常，还把陷阱的座位提前留给他。不过多疑的朱山由于经常被整，迟迟不肯坐，没办法，主持人只能忽悠他说放心吧，今天保证不整你。朱山这才放下心来坐了下去。然后どこまで寄せてくるのか心停を倒霉的竹山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强行传送到了水池里。他不知道那个椅子一坐下去就会翻车。第二个倒霉蛋是小日子的混血女艺人明磊，平日里非常喜欢小动物的她，被节目组忽悠来和狗狗拍摄户外写真。为此，她还特意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，还扎了一对非常可爱的丸子头。说完开场白后，妹子就满心欢喜地跑向了狗子。再打，一卡再打。可怜的妹子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掉到了节目组提前挖好的大坑里，真损呐。然后众人把她拉上来，主持人让她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傻乎乎的妹子一屁股就坐了上去。原来凳子的两个后腿是假的，小姐姐就这样又掉坑里了，节目组做个人吧。